妈，刚回来的时候，我看见他们烧玉米的地方都涨价了，都1块钱一斤的呀。你问哪？他门口协助的多大个牌子？啊，哦，那你说行嘞，涨了。咱这要不然这两天给打了卖了吧？哟，我想着等几天吧，不是恁爸说的月底回来，要回来了给你招呼着恁俩咋？那也行，那万一到时候再掉价了咋整啊？我估计着也掉不了，掉也没事，掉了天还扔那块去，用时也赶着弄排啥。你瞅妈，扔这你说给院里弄的地方小多少届不？哎呦，也没事，这冬天了嘛，也不放啥东西了。行啊，反正到时候尽快吧，尽快不中，到时候看看，如果过段时间涨了都那，不涨了也得跟你打路里。啊，中啊，要是这月底能搬回来，嗯，把它打卖了。啊，到时候看价钱，价钱合适都卖了，不然搁院真碍事儿。你电车都没地方放，你瞅。对了，那个机子好了点了没？机子也都死俩了。没治过来、啊。嗯，那俩估计是很胖的，那看着不咋了，好的多了。那人家我看评论区好多人都说让给机子分开的，咱不中给好的给他弄出来，给那好的不带劲的放到机笼里边喂喂药吧。中啊，那也中，还有药，我今天上去抽，还有药，嫌搁严的很些，旁边那都不咋了。别的不咋了。嗯。中，那你扫地吧，上平房瞅瞅去，我去。中啊。啊，我去给那没事给逮出来去。好，钓了个泡泡也中。啊，不然你说那养那些鸡子，都得1、2斤恁大了，再传染了也不好了。3斤多了。中啊，那我上去瞅瞅去啊。中啊。这鸡子撵不出来，我直接给门开开，让他们自己往外跑就算了。这边出来好几个了，这边小鸡子，这小鸡子没一点事儿，生龙活虎的。